咁就要鵪鶉，鵪鶉要個熱嘅檸蜜啊，檸蜜係係四廿二咗嘅係啦，係四廿三，好啊，再問下四廿三，好好好，唔該，係啊，係啊，俾件包落去，快殘嘅一零二，今日檸蜜俾阿哥哥。阿偉，你叫咗未啊？潛水其實我會覺得是一個家，因為喜怒哀樂都有，因為自己在香港開始學潛水，由不識到真的接觸海洋其實都是在香港開始，所以其實會有一個親切感。喂，你們去哪裡啊？哎呀，你們去潛水又不叫我，我要跟著你們去。在香港潛水，我是十年前開始潛水的。咁我覺得每一年嘅香港的水質環境是一年比一年進步嘅。阿亮，呢度係邊度啊？我哋嚟到鶴咀嘅外圍，今日嚟潛水。估唔到香港都有啲咁靚嘅地方喎。係㗎，其實香港好靚㗎，不過冇人知道啊。一陣你就知道。潛水啊！好。全球有超过800种的珊瑚，而根据2018年的香港珊瑚普查，我们香港居然有157种珊瑚那么多啊。虽然香港没有珊瑚礁，但是香港大大小小的珊瑚部落令我们的珊瑚种类比加勒比海的重要多。目前已经发现了接近6000种的海洋生物，和波罗的海所记录的海洋生物数量是不相伯仲。香港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稱得上是富可敵國。它有靚好靚的時候，其實也有很不靚的時候，但是真要你去很用心去對待它，去發掘它的時候，你才找到它靚的面。在世界各地，塑膠製品可以說是對環境污染造成傷害的最大元兇，它不可以在環境中自然分解，亦都成为了地球最大的负担。海洋入面已经有超过1亿5000万公吨的塑胶垃圾，而每年至少增加800万公吨。以这样的速度计算，就即是每一分钟就有一部载满垃圾的垃圾车，将整车的垃圾倒入海入面。无论是樽盖、胶袋或者饮管，都会对海洋生物造成极大的冲击。因为海洋生物没办法分辨食物和塑胶，更加没办法决定可不可以食用。等到累积一定的塑胶在胃里面，会导致剧痛、消化系统受阻，最终死亡。而
而我哋亦都分辨唔到边种水产又被塑胶污染。过去几年，你又知唔知道自己食咗几多啊？点解会咁嘅？你谂下，我哋每人每日会唔会抌一件垃圾咁少？我哋香港有700万人，即系话一日起码至少700万件垃圾，而且你睇下，好多都系塑胶嚟嘅。處理唔到噶，就係我哋成日貪方便，用咁多膠。你睇下你哋幾咁自私。我頭先見到呢一片垃圾海嘅時候，第一就係超級 surprise 啦，因為我冇諗過，即係污糟嘅程度係可以係啲膠袋啊、膠樽啊，好多唔同嘅垃圾，大片細片。都是布滿曬成個海面嘅，好多感覺啊！其實唔係就係話唔開心，係覺得好多問號啊！點解啲垃圾會去咗嗰度嘅？好震撼嘅，自己都唔相信嗰個環境係會積聚咁多垃圾喺度。咁同埋會覺得哦，原來真係一件垃圾都會嫌多嘅。我从来都冇谂过，原来塑胶系对我哋有咁大嘅影响。如果以后我哋嘅海洋净系得翻垃圾，完全冇晒生命嘅话，我哋嘅未来又会系点呢？人類可以咁樣對我哋嘅大自然啦，即係我覺得係好唔應該嘅，因為水係養育咗我哋啦，我哋係應該愛護個海洋嘅。我哋係 diver 嘅話，其實我哋會更加容易接觸見到個海裏邊個情況。咁除咗香港之外，我覺得其實我去每一個國家，每一次再翻去嘅時候，其實都越嚟越唔靚。大家要養成一個習慣係，當我哋無論陸地也好，出海玩也好，見到垃圾就應該是習慣地、自發地執起佢。我覺得首先我哋要減少我哋嘅用塑膠嘅程度，因為塑膠係第一類最 main 嘅垃圾啦，去到海，同埋因為佢分解唔到。首先就是自己由自身開始，每個人做少少做少少的時候，其實就已經很好。作為一個人啦，無論潛水人也好，陸地遊人也好，我哋應該養成一個習慣，去見到垃圾就隨手就執起佢，無論也喺水也好，喺陸地也好，見到佢就執起佢。